哦，要有人上地面，到建活洞，到建活洞这一边，还有进香团，不到建活洞这一边还有进香团。哦，早上起驾仪式哦，出轿啊，就3个钟头左右后，正头很多，270只，职位堂编到210，哦，早上神轿正头拍到这里都有。往北、往东、往南哈，神轿阵头很多。往北南头港方向，没有神轿阵头。往东农会，公所旅游局，再往东，全联，全联，哦。在往东还有石会堂，还有，太香火堂比较里面，比较南边太香火堂，在石会堂东边。哦，这个石会堂神轿编号210，参加活动的很多了。鞭炮先在东南边，可能在石会堂那边。这边。江陵县的家庙，哦，姜太公祖庙，龙太公，龙太，他也就要想到姜太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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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